好，欢迎回来。本局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，是由爱慕先生队的范廷钰三段对阵安徽宁国市政围棋队的谭笑五段。是的，这盘棋是不是也是双方的主将之战？对，也是双方的主将之战。这也是可以说是中国现在炙手可热的两位新秀的之间的对决吧。对决，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新秀的对决呢会是什么样？是平平稳稳，大杀大砍，确实让大家充满了这个期待啊。辛，然后是辛晓木，这盘是谭笑的黑棋。对，谭笑的中国流。中国流现在应该是最时髦的布局了。对，而且是谭笑也是可以说是用现在是叫做中国流控吧，他基本上每盘棋都是中国流啊，都是中国流。那白棋呢？白棋不是，就是黑拿了黑棋的话肯定是中国流，就不用想。那就是说其实他对中国流还颇有一些研究。是，关键是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就是这是已经是下半年的双方这两个队的对决了。在上半年的时候也是他们俩下的，然后黑棋也是谭笑吗？不是，黑白颠倒了一下。上半年是黑，是谭笑的白棋，也是对的范廷钰。但是上半年那个谭笑就被范廷钰一刀，然后下半年可能不知道能不能报仇。对，这是一个复仇的一个好机会哈。好，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个黑白的变化呢，是不是也是根据主客场的原因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主场呢，一般来讲呢，都喜欢这个主将直白。对，现在都喜欢拿白棋，觉得黑棋的这个大天幕实在是有点压力。对，有点压力，有点大。这个手脚好像也是古力特别喜欢对付这个中国流的下法。不光古力吧，反正就是现在基本上特别多，大部分现在白棋都是手来手脚的是吧？不愿意什么一上来就这种，然后或者拆边挂脚，都越来越少了。大家都喜欢这个，好像稳稳当当的，不着急。对，特别是现在的白棋跟以前变化特别大。以前的白棋总是觉得想赶快去削黑棋或者怎么样，现在白棋都特别淡定，就是喜欢先把自己像刚才那盘棋的鼓励，就先把自己都弄好。这盘棋的范廷钰就是这样，等着你来围我再进去，先把自己守好。对，好像现在的这个棋手啊，都特别喜欢实地，不喜欢模样。是是是，实地看得见，模样它混进去，你要吃不掉的话，还搞不清是谁的呢。对，那这样黑棋要再占上面的心。黑棋是走正。就前一段就下的比较多的是白棋走这，黑棋也走这，黑棋守这个。然后白棋再守吗？对，然后白棋守这个。那黑棋下一步他守哪儿呢？黑棋下一步分头了，就不再守了。就之前下过特别多盘这样的，然后白棋逼，然后黑棋拆三，拆个三，然后黑白棋打入，然后黑棋拖，然后就围绕这个变化，就是进行了，就可以说是大量的研究吧，包括国家队，然后包括是地方的队，就都在研究这个，就最后得出结论是觉得黑棋有危险。黑棋危险，那白棋有什么？白棋是这边好的下法，可以先引征。这边先引个征，就是绝对先手。反正我现在还没看见征子在哪儿啊，我先跟着硬了。走这个，然后我断，然后再吃，可以拐，拐一个，长。我要把这个断。然后断这个。现在说的是这个征子要引这个征。是。就是之前有这个变化，还有最这拐可能是就是比较幸运，要最开始还有断这个，对，断这个人家就拖一个，这个也是比较就是特别多的拖或者是点，然后白棋也是断，还是这个引证，就这两个都可以。那这个图的结论是什么呀？这个图的话白棋也还可以，这拐的话就更严厉，更严厉啊。对，拐完之后再断黑棋是更惨。就是反正棋这种变化都觉得黑棋比较危险。那白棋这个变化黑棋要怎么防呢？就是说你这个引征的时候我不敢硬是吗？因为如果不敢硬有点惨，就变成了这样的时候，所以说黑棋不走这个。黑棋不走这个。对，所以现在黑棋都走这儿。大家可以，如果有心的爱好者可以翻开一下最新的那个棋谱，就一旦是白棋走在这儿的时候，在上半年大概是三四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每盘棋黑棋都有这儿。现在
啊，所有的黑棋都是下在这儿，就改进了，就觉得黑棋走这儿，白棋背手，对，然后这个变成不敢分头了。这个分头是太大了，你不分头我一走，我这可以两翼张开、嗯，你这必须得分头。那人家一逼呢，那只能拆二。你不能拆三，太怂了。嗯、你走在这儿被我一尖，这太委屈了。这样不肯，所以说就，然后往前推敲，就觉得这步棋是手脚有点问题。然后现在就改在这儿了。那可是你走这儿我也飞，你走什么？你走这儿也飞，你好问题。这时候黑棋就可以不走这儿了啊，就不分头。黑棋可以走这儿了，就黑棋现在这个模样，你现在走在这儿的话，你这步棋不是很大，而且就算你走在这儿，也就是感觉只不过是走在里边了。嗯，对。如果你是放在这儿，然后再走成这样的话，啊、这个、感觉立体了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马上这形势就不一样了。现在就感觉黑棋的模样要大过白棋，我现在就不着急来分你了，我可以先经营我自己的。哦，如果你走在这儿，你下一步你没有特别好的就是扩张的点，撑不起来这个模样。你说你自己还走到这儿，那我跟我这比，你这没感觉你这比我大，从这视觉上大家就能可以看出来。嗯，就觉得白棋这形状还比黑棋这个好，那放在这儿、嗯、立马这就生动起来了，不一样了。对、嗯，这就是一些前因后果一些变化啊，拆到这儿，所以白棋既然这个黑棋形势比白棋围的大的话、嗯，那白棋一定要破局。对，是的，对，肯定不能选择对围啊。嗯、但是这么早就开始点角，实际上他选择点角，点角是有，就是说比较少，是因为他是看到这样嘛，比如当时老一辈的棋手教我们这个两翼张开可以，是最好是不是先掉一个再点啊？不是，一般都是这样点。也不用掉，就点，就让他很痛苦、嗯，不知道是倒哪边嘛。嗯。那他现在在这儿，他也不痛苦了，这边拆那么远。对啊，这边不是明显宽吗？而且人家又没做这个交换，那我觉得就好像白棋就不肯点了呀。对，就是普招，就是很多人都是挂的，挂是比较多，黑棋尖、嗯、长跳，然后拆二，然后黑棋什么攻两下跳一个，这是特别多。点的话也有，范廷钰特别喜欢点，因为他是那个。更财迷、啊、对，非常财迷，就是喜欢先捞后喜的那种选手。但点的话，反正感觉是，白棋也没有什么不满吗？嗯，应该是黑棋肯定没有什么不满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黑棋肯定满意啊，所以我就说，难道白棋没有不满意吗？他可能他觉得还可以吧，反正大部分人其实我觉得白棋就有点感觉太早了，嗯，就是那么早就点到里面去了。通常好像我就看啊，书上都写，如果做了这两个交换呢，觉得这个点角完了之后，这个挂角的方向有问题。嗯、对。那可是现在黑棋周围的任何没有一手棋不好，位置都刚刚好。没有，也不是这手棋可能有点问题。不好吗？这手棋如果放在这儿的话，就白棋就没法下了。这手棋有点低。嗯。就你大家可以摆成后来那个图。对，位置有点低，但是我觉得幅度还好哎，幅度那么宽，啊、完全够了，就是位置有点低。翻粘，然后我虎一下，再把这个顶掉。嗯，大家现在看看这个，可以自己品一品。就如果放在这儿的话，这白棋就不用玩了。这个太爽了，这本来差的又远，而且还是高位，你也没有震。你放在这儿的话就差一点。哦，白棋还有个震。这震的非常舒服，你这马上就感觉这个模样就不是那么显得不是这么大了。嗯，要放在这儿的话，你总不能震在这儿吧？对，这个人家也不怕呀，震到这么远。他可能白棋唯一觉得还能满意的就是这一点吧。哦，他可以这个震一个是吧？嗯。立即就震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他又自己来了一个。啊、哦，自己又围了一个。嗯。是这儿吧？是。非常淡定。那就是说，等黑棋再扩张再震。对，普通其实挂进去也特别多，就是之前有人下过这个棋，也不光范廷钰。挂那他。飞，对，黑白棋就拖。下一个这个变化。对，我就看下一手在哪。哦，就这么。就拆。小小的拆一个。对。跳这个，跳这个。你要是跳这个的话，我就，这是定式嘛？跳这个是定式。嗯。如果像这样的话。刺一个。嗯，拖。我就觉得这个头啊，被白棋出了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如果像这样的话，就觉得这点角还可以。这个有点重复，嗯，现在这边也很厚，这边也很厚，对，
那我跳这个吧，我跳着你跳出来，我拆一个小的，这个怎么样？可以考虑选择，可以考虑选择顶一下。啊，这个这不是俗手吗？长，我再跳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单跳的话，这被我一拖，非常难受。那我只能你只能外吧，外吧我一退，活了。我已经活了，你就留个段，你封我也没有意思，你还是只有走这个。嗯。我现在如果把这俩交换掉，首先目数拿到很多，你得出头，你出头无所谓。然后再拆一个，拆这个也行，拆跟着你拆也行。哦，这个顶啊，我还这个顶也有人下过吗？啊，有人下过很多。哦，那我这个还真没学习过哎。我一看我第一感我俗手哎。是第一感受，其实这个就是破眼，在一个特定场合一些下法。这样的话，反正这边也不怕嘛，我顶完这，反正这都是我的目，这么厚了已经，你也不可能进了。对，防止白琴啊就地做活。对，就拖得很心疼，拖完之后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很不爽。所以就很多人都选择这个，但小范他是非常继续，对，非常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觉得可能是啊，他在外面多捞一些木啊，让你在这边多投入，那我再破起来才有成就感。对。那黑棋肯定得继续围呀、啊。嗯。是在这儿。嗯。那这必须得进来了。这如果再不进来，被人再一跳，这个形势好像不知道白棋的下一手在哪儿了。是。所以这两个就一人一个。如果你跳的话，我就从这边拆；如果走这个，我就正过来。对。应该都差不多这几个。跑，嗯。他还要靠一个，没有马上跑啊。靠一个应该是既定方针吧，就是震的时候，应该、就是。如果你飞这边，我就靠一下。对，靠完了压这个，这就是，这是应该是最传统的一个那个星期的一个步调，就是先靠一下，然后再压这个。那是同时这里边还是有活角吗？对，如果你先压这个，比如说你把这走后之后，你再靠，人家立了，连立或者是搬这个了。就不让你活这个角了，嗯，你就先靠完再靠这个，你这后完之后或者以后断啊搬啊，这里边还是有味道。那黑棋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反击，这时候反击的话可能就是挖，但是现在可能也不太便宜，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黑棋这个飞是不是可能有点问题，稍显有点问题。那靠着围怎么样？这个靠着围也比他那个比他飞强，或者是中间就直接，这是吓唬他吗？这肯定不是真吃他，我觉得真吃应该吃不着。反正你走啊，我也走嘛。你如果靠下来，我就给你作战。大概就是这意思。嗯。因为这边太厚了，就走这个有点，这白这几步走的太舒服，就走完一靠，特别麻，有点不知道走哪了。无论是这个搬还是退，这里边就仍然都有活角，是吧？这里边只要一断。一断着白黑棋就特别头疼。扭十字长一方，如果我立下来，如果我这有子儿的话，我立下来怎么样？你要走在这儿的话，那我就已经不断。本来这样的话，你走在这儿，我就可以搬在这儿了。你吃，我就以后这边捡。这本身这点已经便宜很多了。嗯。靠一下已经便宜他们。就说我意思，你如果搬的话。啊，那我搬的话，你断我立这个。那你这边你要注意，我这边虎长完之后，我这什么虎？打吃完这个味道很饿，是吧？对，你看他实战就是这么下。对，实战，然后他又继续贴。对，这黑白就都走掉了，打完之后搬。搬这个。嗯。那我再继续搬。搬我就长。那现在这个段。现在段你也不敢立。哦，我不敢立，这打吃先手这两个棋筋被抽了。是。那我。现在其实黑棋还有特别狠的，可以走这儿。也弄不死我。这里边白棋也断。那你要断的话，黑棋就打。暂时没什么事儿。那这边一断，黑棋。这边断，那白棋好像有这个点一个，好像挺难受的。我就把这个吃了。头的话，你倒顺势吃出来。吃我断。就等于我现在断了，你没有吃这个。
吃了这个，然后我一尝，这已经完了。对，这个地方好像就已经走不动了。对，只能寄希望于外边。但这个脚被抓光了，不行，你这吃我多少都不行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是不能断。哦，怕这一点。对，这一点很妙。哦，这个点我确实觉得是有那种啊若即若离的感觉。非常。对，你也没直接要我命。对，我只不过让你也不能打这个，你打这我一尝。这要蒸你，对，这个是蒸了，我这白断。你要猴，就像刚才你说的，对啊，我就一路冲过来了。我想说，对，所以这是等着他呢，所以这黑棋也只有走这个。好，黑棋再补一个。嗯，这也只有出来，这不出来这靠下去了，这头是软的。对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形势就跟这边就变得连片了。嗯，所以跳也是没办法，把白棋再断。哦，这个地方还是有棋的话，那黑棋这个空围都有点别扭。是啊，就说明所以我觉得刚才白棋黑棋这个飞有问题，可能是稍微有点，这飞可能有点过于随手，这个靠完一靠，就是属于经典的那个手算。哦，这也没办法，人家飞完之后可以靠完了这个再靠。嗯，我现在会对付中国流了。但只限于这边特别厚的情况下。这边一断啊，你黑没办法，黑还是打吃这个，然后下边一打吃，嗯，这白的脚就活了，然后再吃。这劫主要是白棋太轻了，白棋白玩的，你想，你吃了我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嗯，本来就是你的空，吃，嗯，就提掉，提着玩就行了。黑棋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劫材呀，没有特别合适的劫。那就相当于白棋反正花一手棋肯定活了。对，这种太损。嗯，这种不肯，这其实你找个损劫你提回来，我就中间扔一个也无所谓，你就给你再补一个嘛，我就再来一个。嗯，白棋无妨。好，那黑棋也不能跟这个劫啊太较真儿。是，黑棋是在这儿，嗯，是在这儿吧？是点一个，这就是攻击。那白棋也没有特别好的劫，白棋没有就是那种一手就致命的，这劫本来挺大的。那反正黑棋也不敢开，那就跟着他硬呗，就走呗，出来。黑的意思就是走多了，我说不定我哪天就打劫了。不是你先走，我先提你啊。你提我不走啊？不是说我可以不走啊，我中间走一个都行。是可以不走，但是我这俩也没怎么损。我刚才那拖一下还挺损，或者我先不走，我比如说我就跟着你走，我走一会儿，然后我再提过来，走一会儿你就中了，不就劫材就自然而然就多了吗？嗯。所以黑走这的时候，白棋可能也得想办法在这边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，中间这一块没有危险吗？或者是这中间怎么想办法把黑棋走中，然后直接就打上去，或者打这个，嗯，就一下把黑都打爆得了。不走也行，不走你中间吃我也就反正我就气给你了，我这脚活得也挺大的。我在觉得你这黑棋如果再走一个的话，是这看着白棋有点儿。不，你再走一个，我这几个肯定是不能赢，我就跳出来了，这几个就给你了。哦，那我就不大吗？挺大的，是很大。但是你不能光看自己死，但你要看之前黑棋这，你看这一排。从这儿到这儿，就他就围了这些木，现在被黑白棋一手棋全都打光了。对，白棋还有好几木。对，这一会儿黑棋白棋活了之后，这白的空多啊，黑的空多还得数一数。嗯。所以说，你就说白棋其实得了也挺多的，这气给黑棋应该也。如果小吃还不行，还必须得大吃，大吃还吃不了啊。对。啊，这白棋还可以脱先啊。嗯，他主要这下不好了。就比如说你说你刚下这个，那黑棋就贴，你还走不走？你尝我就跟着你贴，我就飞过来。对，本身该白棋下，白棋也没找着好点。是，其实还有点想下你这个呢。是挺想下，但是就是说黑棋长就气了，但是可能又觉得不肯。嗯，反正有点难办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。又把难题交给别人了。嗯，还吃这个，吃肉蹄。
然后就粘上了是吧？对，就粘上。他就等于花一手气把这棋活了，活了。这白棋以后提这个肯定是绝对先手，他马上要提，就是黑，大概就可以看成这样。嗯，那就肯定是活棋一块了。对，等于这边打吃，这边还有打吃，这脚已经活得非常舒服了。嗯，活得非常大。那看看他怎么吃，黑棋应该只有走这儿啊，走这儿。嗯，这应该是局部这次一手。下一步我想挺想让大家猜猜的，反正我是绝对十次二十次我猜不，我肯定猜不中。嗯，第一杆总是从这跳出来、这个、对，要不然你就跳出来，要不然你就是有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全部洗活。走这儿应该不会，走这儿肯定死了，肯定死了是吧？这一飞估计是应该没地儿去。对，没有信心就这么跑。嗯、但是范廷钰下一手这个，我既没看出来他到底是想跑还是什么，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先看两秒钟，想二十个点。对，我给你们想二十个点的机会，然后我就摆出这一手，点到这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仍然是没看懂。先手便宜。便宜。嗯。就是说如果贴的话我就再跳出来，是就清消了一下，对，以后走不着有可能。不是，就是是这样，就是比如说你要跳这个嘛，现在黑棋肯定不会吃，黑棋肯定会就是在中间接着比如跳嗯，那我就可以连回来了吧。你应该也不会连，这个连的话还是有点危险，就是连也不是特别大，大概你也会跳，就是这走多之后黑棋再吃回来的时候，这点是点有可能点不到，然后点的话人家就可能再对在上面 走，对，他就想反正这三个我是不准备再要了，就走再多的话我也不准备走这个，他就是反正就是跑这个就给你吃了、嗯、你要吃完之后呢我这俩总是便宜的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但是我这个看一眼啊绝对想不着，这俩其实有利，确实有利也有弊，就利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黑棋如果断死的话，嗯，这下肯定是便宜了，不管任何情况就便宜。那弊的话肯定是人家如果不吃的话，对，你就有点尴尬了，你要挤这一下这一粘，你这俩是什么玩意儿、嗯、对，损太多了，而且人家多了一个这个好像就给靠住了，是就肯定损了嘛，就他就下决心了，其实等于是啊就不要了，对，我这一下走完我这就下决心我就不要，我以后也不会再想这个什么嗯挤啊什么的。那其实黑棋可能也不一定吃了，对，黑棋是不会吃，你走不走这一下黑棋都不会吃。那怎么攻它呢？也就是中间跳或者是这边尖冲吧，大概是这两点，这样。嗯，那这个也是大包围是吧？对，这个挡下去很大，它意思就是你先它想交换一下然后再走过来，这样省得你一手就都连上了。哦，本身我这一手能连上，本身没有这个，本身就是什么靠啊之类的，有可能就是害怕，他觉得这下反正早晚得走，然后、哦、走了保险，对，走下不亏，然后再小跳，白的没走这个吧？哦，对，没走这个，嗯，白的可能不肯走这儿、哦，走这儿的话有种被便宜的感觉。对，看见这尖冲我想啊，除了这个不就是这个吗，就这两个、啊、我基本上来讲看见人家尖冲我就是这两个还尖，还有这个，对，还有这个，但是这个我觉得松了，下的少一点，我觉得对他这个压力不够大、嗯、所以我就在这两点选择。嗯，原来对人家尖冲还有第四种选择、嗯、脱先不走了，还走上面，上边再跳一个震，这叫震，哦，震住、啊，挡下来吗？很想挡，很想挡下来是吧？大概黑棋白棋大概走这边，但是这边它露着点风，有点心情不爽，是就觉得这底下这辛辛苦苦挡了连下两个好像没围紧不齐的感觉，对，这样如果都是黑棋的空还行、嗯、这花，对，这还露着风，是黑棋跳这个，嗯，白棋要补断吗？要补，这马上就有靠，靠这个，
黑就只有斑嘛，斑底下。哦，嗯，斑这个。嗯。哦，对，斑这个。嗯。然后再顶。嗯。就整形，就如果你要粘呢，我就可以顺势挡住。哎，哦，这不能顶了断是吧？被人一搭。不是顶，肯定会挡。对，冲下来了。嗯，你就挡就行了。它本来是有顶断，现在经过这几个交换可以断了。哦，已经护住了。嗯，它就是先手整形。所以黑棋要打一个。对，黑棋肯定不肯让你那么舒服。嗯，那白棋也打下来了吧？嗯。再吃这个。这双方很狠。打劫吗？现在这块棋是打劫活吗？也不是，反正白棋劫很多，白提，黑棋也没地儿下，就先提了再说。嗯，其实这几步没有什么特别的必然性，也不是就是必然都会下成这样。嗯，那黑棋哪有劫财啊？黑棋没有劫财啊。对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就是没什么办法，就是感觉黑棋这几步好像，黑棋莫非只有粘上可能？然后再停，是可能会好一点。然后让白棋在下面度过，能度过吧？那就打吃。打吃冲。你冲我吃你了。他肯定亏了黑棋。所以黑棋这几步其实有点欠考虑。像这样，黑棋已经没地儿走了，走不动了。要不黑棋就脱先，就脱先也没地儿下。哦，那还不如那个走一个，然后让他提劫再走一个，是吗？提了之后我再。实际上就是这样，实际上白棋提，黑棋就走了一个，然后他又吃，然后黑白棋一吃，黑棋还是没劫。我再提。我这提是先，这是本身劫。然后再提回来。提回来，黑棋一看又没，全盘又没劫。那就抢两个大场呗，是只好如此。对，是就是抢两个大场。嗯，这时候能打损劫吗？也不能。不，也不能。你现在比如打这种损劫。然后你提过来，然后我脱线了，我抢大场手，我随便走也扔一个。那你走那个我搬，我就退，然后我再搬。啊，你要打爆我？对呀、啊。你打爆我可以啊，但是我看我这边是吃你。那我一吃。提。然后再一吃。你得找两个劫，你要注意，我这还有劫，我这儿还有劫。哦，那我先粘上，让你吃这个，然后我吃，我吃是劫吗？吃应该是劫。你是粘还是提？我提吧。你提。嗯。那我下一手这个劫。不一定是劫。反正就这个劫，白棋黑棋不太好打，就是你得找好几个。我这有两，我实在不行，我这还有扑。嗯。我就急眼的时候。那我只能用粘当劫财。那就太。可能不一定硬吗？估计也得硬吧。我也会硬，但是你就。对，我吃一个劫，然后再一个吃就不是劫了。而且你走成这样的时候，我还可以，比如说，我可以挤你。我比如我不抢这个大场，我这个也挺大的，而且把这个连环也挺大的。你后来打的话，我可以断这个当劫财。对，这边就出现了很多本身劫。对，所以黑棋就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，它不是特别重。你得黑棋需要特别多劫财才能把我打赢。黑棋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劫财。对。所以黑棋也不肯找损的棋，就像这样，黑的就实际上就很尴尬的就把这吃了。啊，现在还是吃了。嗯。那这下他还终于是便宜着了。对。但还然后关键是咱们秋后算一下账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黑棋走什么也没走到，最后回到了断。对，一串单关把白棋送回家，还送了点木。送很多木，就送了特别多木，这都是木，这还点的还都是地儿。那这下也便宜了，就感觉这一串黑棋下的有点不知所云。白棋大获成功。是啊，可以说是白棋大获成功。从这个，那黑棋还不如就直接跳一跳，跳我。还不如就让他连回去，他还没那么多木呢。是，就还不如我跳，你跳我就把你断死，也比这个强。对，下边白棋得走俩，也走不成那么好。对，差多了，走俩不肯定不可能像这样，这都是提的都是木，而且点在这。嗯，像这样应该已经是黑棋非常不乐观的局面了。那怎么拼？继续扩张还是只有继续扩张？
继续扩张，张在哪儿啊？他现在黑棋这块空，算到这一线大概有50步长，55目，嗯，就如果算成这一线的话，但这一线还不一定完全是黑棋的，就比如说白棋以后这边有子了，还有可能向这跳，当然我就说这边有子的情况下，嗯，就大家到这儿可以算55目前了。那白棋那边白棋这大概有接近10目，这以后这边大概是这样，这白棋能打成这样，这大概有8目，对，加上这个也有接近10目，20，然后这块儿，这如果都是木的话，算到这儿也有25目墙，45，嗯，然后还有这还有俩，还有这俩，黑棋也就55，就多个10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俩，对，关键是白棋这还有都也都是潜力，所以如果黑棋这升围的话，肯定是不够。所以得撑大一点，对吧？他还真走了这个，还得拼，必须要拼一下。那白棋是不是就围围就够了？撑在这儿没法围了，撑在这儿如果是这样围的话，那啊，我就这样围就不行。这样围可能黑棋还是可以满意吧？这中间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这中间那么空，我不能让他这么围，我这有可能得进去。哦。这个太猛了，他进到这儿，嗯，还行吧，进到这儿一般猛吧，但是进到这儿的话，我怎么感觉就是前面的优势都不算数，从这儿继续重新来，因为毕竟在黑棋的包围圈内嘛，黑棋也不算包围吧，我这边还露着口，这边也露着口啊，这边露着口呢，我本来我觉得怎么这么飞一飞，你飞也、哎、白棋我还可以往里进，不会死是吧？这肯定不会死。我觉得太那个危险了，周围都是黑棋啊，这不是叫寡不敌众吗？但是我这虽然寡不敌众，但我一旦活了，你就可以认了。对，这个就是等于说大本营。对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下这种棋，对自己的做活都是非常有自信。哎，这个不可能死，这10盘也一盘也死不了。这么对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讲，好像就没有风险，是吧？是没有风险。我一看，我这个简直是危险太大了。这边应该是属于是肯定是优势情况，比较含蓄。哦，劣势的话，你还能下到这儿来？对，劣势可能就搞不清了。走这儿比较，其实走这儿挺好。走这儿，他下步还有这个跳的好点、这个。然后一会儿再继续跳。嗯，然后这个刺是绝对先手，还可以跳在这儿，就刚才我摆的，嗯，这都是棋形。就他有很多后续的手段，这个是好点。哦，这黑棋就其实已经逮不着了。对，你看黑棋也不下，黑棋对黑棋挂角，对，黑棋拿不住这个白棋，他只有靠外力，就是怎么希望能搅起来，啊、哦，顺便什么什么对对对靠一靠，然后卷到那边。对对对。那白棋简简单单跳啊，嗯，白棋跳一跳，嗯，白棋肯定不给你借力。对，黑棋也跳出来。嗯。白棋始终呢都在声援着自己啊，这个是中间还有的闹吗？分段，嗯，这黑的只有分段，这不能再被白棋连上就没得拼了。黑棋一定要对这两个子施加压力，这边如果再怎么走也是找不回来的，是吗？对，点了一个好像，哦，点这个，嗯，压，他如果粘的话可能中计，粘的话就被飞，对，这好点，这边都不是关键了，现在这三个变得特别重，这三个死不能死，死的你都围上也不行，你如果去处理这三个，那这我一天就是你这之前的都前功尽弃，嗯，对，那白棋自然而然就连上了，对，所以他这只有压，这没办法。白棋冲过来，白棋这还敢吃一跳？嗯，那中间这两个子是准备弃了吗？你不好吃啊，你这还是我刚才说，这边露着风，这边也露着风。哦，我再走一个。你走这个，我不是顺势不得跳一下？啊，这边，那走这儿的话，我怕这有点毛病。你可以走这儿，实际上是走这儿，但这边还有手段。围不住啊，嗯、还立下来。中府是最难围的。冲。嗯，还要吃一票。
对，还压过来。嗯，这好，这是绝对好点，这特别感觉一秒钟就能想到这个。这本身如果这什么没有的话，对，这个也 是对点到了黑棋的要害。然后这多了两个之后呢，它这点的同时这还有贴，所以就变得更好。就这一点，就是感觉第直接就可能第一感就会想到放这。黑棋多了这么多子儿，等于没用是吧？还是被白棋借上力了。它有它对于这个还是挺有用的。你看它这等于连走两个嘛，但只不过它这样如果干吃这个它不够，关键是它还是得。还得救那边，那就黑棋怎么办呀？就实际上就顶这个、嗯、然后人家断掉。嗯，翻一下先说，然后再把这个搬下来。嗯，搬现在贴一个也挺好的。对啊，这一贴过来感觉黑棋啥也没走着，走了半天。这儿有点收获，但是这边损了好多。啊是啊，你这收获和我这收获，你没觉得你就比我多？对，不一定谁大。嗯，这个、他对他们贴，他跳这个。跳这个意思应该是一样是吧？反正只要是我把你这个空破了就行了。对，白棋可能觉得这边大，可能觉得从这边跳，你需要被拿回这个子，感觉效率高。嗯，那黑棋还围吗？围不住了，这靠不住好像。靠搬的话你就不能鱼行断我吧。这个怎么样啊？整体先把白棋断进来再说。嗯，这就是两不能两全嘛，你挖这个打这个字就完了。然后他先企图这样连来尖。嗯，这中府的其实变化非常多，就是他们这下的也不见得这个都是好棋。但是这样我是不是就围上了？再围一个，这是不是就围上了？是围上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个断。哦。他现在有个扳了，你现在这样嘚嘚打下去。那我得先顶啊，加他这个。赶快补这个。手法要这个更高明一点。嗯。然后再粘上，哎、对，这我冲出来。嗯。那白棋赶快往里进。哦，那这黑棋空又是所剩无几啊，烟消云散了，可以说是长出来。嗯，白棋贴，这黑棋感觉是，然后黑棋现在就去走下边了，这个肯定是违背当初的初衷了。他是想围这个空吗？现在他主要已经围不住了，这都串到这儿来了，你这也围不好，这我往里进这边，这黑棋这还有断，那还不如底下先捞一票，上边就随便了，你爱破哪破哪。嗯，反正像这样肯定是这个作战大失败，肯定是不怎么样。黑棋好，白棋再一跳，那黑棋这不是越吃越小吗？中间对啊，这只有呗。那白棋再先爬了一下，这是先手。哦，爬一个，那黑棋尖一下。嗯，这都是挡住。这爬下也很舒服，本来黑棋拐也是巨大。对，下一手打拔。嗯。目数很大，然后再尖这个，拐住。这个吃的真是瘦啊。好，是考验一下。他缩了一个。嗯，你如果挡被我这断一下。那我再吃啊。你要吃的话我就打吃先手，这就连回来了。对，那我肯定吃这个。吃这个我断这个就变成先手，所以他就先考验你一下，看你是表态，你走这个呢就目数先亏。缩一个。哦，对，如果这个断先手的话，这边这个口又进来了。对，所以就是中控特别难围，中控你得围四个口。对，特别容易就被人家四面楚歌。好，然后终于头先拆这个。嗯，这中间这白棋也都活了，就抢官子了，开始。嗯，打拔。这个应该跟那个打拔应该是一人一个。啊、哦。打拔是几档？那就把这点了。嗯。
中间是不是先走两下？对，贴，继续。嗯，没走。哦，先对，先靠一下。靠上去，他就先手。嗯，然后再长，飞一个，然后小尖。主要黑棋还在瞄着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还是有断，白棋这块还没活。哦，所以说他逼迫白棋补回去。白棋连，对，连，对。连吗？现在？嗯，不连有点危险，没有眼。会挤一个。哎，他先交换点，先挖两下，对，挖两下。嗯，先给你制造点麻烦。然后粘上，然后再挤一下啊。这挤是七星，然后就都连上了。那这个角肯定是全局最大的地儿。嗯。其实这时候黑棋普通来说可能应该补这个，就中间有点问题，这个断是绝对先生。这边有那个夹，嗯，这边就有断什么的，太薄了是吧？普通来说是黑棋走这个，那白棋可能把这个先手夹一下，然后再把这一跳，那目数还不乐观，黑棋。对啊，现在这个形势所迫啊，黑棋必须要拼呢。嗯、对，所以黑棋就拼进去了、这个。对，之前的这个作战都是通通失败，就必须要拼一下。白棋也没跟着手脚，白加了，这是绝对先生。哦，冲击他，这是绝对先保卫，加一下，靠、嗯、进去。这边儿，这已经不好收场了，不能安全联络了是吧？整个的这些，对，你关键这不好下，这马上就有断。哦，不能退，退就断了。这断是这个是绝对先生。而且你退的话、嗯、本身是跳就这中间有木的，你这个压被我先手已经亏出去不少了。但是他还这么去捞的话，就是形势所迫，不是越来越薄，就是形势所迫，拼一把了。嗯，胜负在此一举。对，就中间你随便了，反正我现在我这都拖进来了，这你的木都变我的木了，中间就是你随便了，想怎么吃怎么吃，只要我不死就行。怎么冲击一下呢？这肯定得断啊，断是绝对先手。哦，这个地方啊。嗯，这没有。咦，这个地方，看一下。就是。啊，就是断这个。哦、黑棋是粘这儿的。哦、嗯，白棋断这儿。刚才不好意思摆错了。对，断这个。嗯。要白黑黑棋补，哦、黑棋补，那白再端这个、啊，白这先挤一下吧，挤一个绝对先生，白棋团嘛，嗯，不团这有打吃，这有打吃，这气紧的，所以这我先团一下再断。你要单断这个啊、哦，对，这被我这一打吃，打吃这一打，嗯，团，粘上、嗯、拐出来，嗯，这不能再挡了，这一挡一断就都完了。不过这被拐出来之后，这个连回来，这个就死了。是啊，所以就只有走这样，就反正黑棋这个地方非常虎，那没办法，形势所迫。然后再虎这个，嗯，怎么办？这马上再走危险了吧？对。那你怎么连呢？打吃了一个，给考验一下。不用走了吧？你如果粘上呢？你粘上我这可以尝一下，然后这冲一下。这儿会不会气紧有？然后我连回来就变成先手了。是这边有什么靠这种吗？对，等于是你粘上我这尝先手，我这粘变成先手，就可以摆一下，粘成这样。我粘这个变成先手，这有靠。你要补这个呢，这一挤就都断了。对，这还有个断点。对，就如果你一粘呢，我这边一跳，你要胆敢在底下走的话，我这一长完一粘，这白棋就都死了。所以白棋要补这个呢，那黑棋可以在这边再下。对，他就做活了。等于我这先手就连回了。嗯。所以他这先打一下是考验你一下。
然后还好这个时候白棋没有粘呢。嗯，所以白棋要冲出来。这个冲出来是吧？冲出来黑棋就封不住了。这个、对，那这个只好连回去了。对，挡下来。嗯，这个角是不是就活不了了呀？角暂时还吃不了。啊，顶一退。嗯，暂时还不敢吃，这外边还有保卫，拐了一个。拐这个。嗯。这块其实活棋啊。死的。嗯。这地方一冲完一团就死了。冲完一团啊。所以这块还不活，在威胁黑棋。活。那还需要做活是吧？其实黑棋现在可以走这个，走这个白棋补一个，然后黑棋再做活，但这样目数也不够了，因为白棋这儿从这连边带角也都吃了好多。哦，这边对又长了一些目数。嗯，跟这个角的这个损失已经都补回来了。对，实际上等于他拼了，他想先把这个走粘回来。嗯，这本身就特别大，被断死之后这就大概有四五六七目棋。然后把这个提掉，然后拐粘上。嗯，然后冲回来，然后他做活，他就拼一把，在那脚上死活拼一把。哦，那这个定式大全我都学过。我想呢，我们肯定电视机前的很多棋友都认识这一般一点。嗯，啊，那可以说这个下出来这一般一点脚死了，嗯，这盘棋也就结束了吧。对，他这边反正也都连，白棋都是连着的，黑棋也不太行。这应该就是球头场了吧，这一下感觉。对，外边他，嗯，对这个打拔的话他就挤过。对，这个，根本就没办法能断开白棋。对，他走了几步反正就来一下。啊，最后几步。嗯，冲。嗯，哎，二粘上顶，啊，顶一个冲，啊，这是最后一手了。嗯，像这样他就黑棋就中盘就认输了。那黑棋这盘棋主要原因就是开始对出现了问题是吧？开始首先从这步可能有点草率，然后下面就一直都没下顺，然后到最后的这段就被连抓。其实下成这样的时候，这棋白棋已经是优势非常大了，后面只不过是白棋没有给黑棋什么机会罢了。黑棋后面虽然拼的也挺凶的，这后面，但是反正白棋都一一应对的都挺出色的。对，嗯，这盘棋应该算是范廷钰的好局了吧？对，应该是谈笑不发挥，可以说是。对，最终呢也是范廷钰中盘获胜。嗯，对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